等一下，团哦，团团也很单独哎、欸。又对啊，哇，可能绕这么远哦、喔。你住去找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哎、欸，他们受伤好多哦、喔，可能都是踩到杜宇吧。踩到，我觉得杜宇真的很可怕。看，哦，不是、欸，喵，他是被哭公射了，有哭公。哦，来看看。我们刚刚是被哭公射，应该是被外面的哭公射到。嗯。可是他们蛮安全，他们已经有盾了。嗯，可能刚没有注意到背后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看？好想看他们挖多少石，多少什么石头？多少？对啊，应该看不到吧？对、嗯、只有自己看得到。我才挖五颗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被砍死了。41颗。这一灯妹好可爱哦，她在木板里面呢。叶妹有了吗？谁的头上？不是啊 ，Slenderman。哦，没那么快吧？哦、这个到后面，如果你要上去也很危险的，因为有啊，天，可以啊，60分钟，六十，对对对对，六分钟之后，哎、欸，好期待哦。轻怪，轻怪是多少？80，所以会有机会遇到，哦，有机会遇到叶妹。走的晚安，走的晚安。是啊，哦，哎、欸，那个那两队是哪两队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、啊。现在其实红队跟灰队距离，他们都在往下挖了。哦，哦，爆炸！对、欸。我也听到了，那个秋风的红队，好哇，好多金矿哦，秋风，还有铁，哇，附魔的皮革骷髅哎，附魔弓骷髅，一场峡谷好多，真的，嗯，好大哦，真的，哇，闪闪雨，闪闪想下来吗？闪闪。下去啊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安全啦。小鸡叫巧克力先下去，没想到遇到苦力怕跟苦工。哦，是这样啊！哇，小鸡怎么会陷害人呢、啊？哇，天哪、啊！有内幕，有内鬼啊！哇，这边好多苦力怕哦。不能巧克力变成鹿鱼吧？鹿鱼，鹿鱼，鹿鱼，垃圾，鹿鱼。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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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不咬？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咬？一刀就死了。一刀啪叽。对啊，他那个斧头只要一刀就死。而且他反应好快哦，他怎么可以反应那么快？不是鹿鱼怎么反应那么慢？哈哈，他在反应慢，他在看另外一边，他看错边了。对，他屁股都啊，灌水啊。而且，哎呀，他就要挖到黄金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嗯，这届我觉得会有，除了繁星之外，应该会有第二个被杜宇咬死之类的。杜宇，杜宇，没关系啊，我好久没当雷王，因、欸、为我哥没当过雷王啊，给我当。这什么要求？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。杜宇这么可爱，欸、哇，绿宝石哎、欸，哇，金哎、欸，又是金。不是这边这个洞好好可怕，下面还有钻石哎、欸。他记得吗？还是谁的？对，就是他们这个洞。哇，哦，也有青金石哎、欸，这边有钻石哎、欸，哇，蹲蹲蹲蹲这里过来就看到了。对啊，他要过去、欸。而且另外一个洞这边有绿宝石，这边太扯了吧？这洞不得了哎、欸，洞真的。杜宇，杜宇，谁谁谁？现在换谁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召唤杜宇出来。他也实施召唤仪式。杜宇，杜宇、欸，这个洞真的不得了哎、欸，这个洞有两撮。两撮的钻石矿哎、欸，哇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哇，这边超多钻石，找到啦！直接起飞，这边还有，果然这边还有一重哎、欸，再过来还有一个哎、欸，好可怕、喔嗯、哦，超多，有啦，当到主播可以啦，有人陪我哎、欸，不无聊，不无聊，不无聊。
对对，出来吧。啊，打一下。对，显示你的力量。我干喊一下，又有杜鱼了。往下挖，小鸡，挖比脚下。哦，泽平啊！哦，杜鱼，杜鱼，杜鱼吗？是杜鱼吗？应该是杜鱼。哈哈，已经三次了。对对对，泽平是杜鱼。泽平是杜鱼，我靠！泽平是杜鱼。泽平是杜鱼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有小鸡，小鸡被咬两下了。小鸡，小鸡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有办法捕捉到精彩画面，我只是刚好看到而已。而且小鸡后面有两只苦力怕、欸。哎、欸。钻进石头了，钻进去了，完了，他不敢挖了吧？他跑掉了吧？直接回头，直接回头，直接他是不是会叫阿比去挖？对，真的吗？你真的要挖吗？要挖吗？然后没有，他捡石头而已。手机要用。有铁啊！手机铁。啊断了、哦，搞爆了啊！没有，他还有第二只。哇哇！所以现在是要挖到那一格才算。有喽有喽，库里帕，哎，没有通，没有通。库里帕过来，库里帕通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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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。他刚把人挖到，所以他埋起来。可恶！小鸡往右边挖啦，你挖错边了啦。哦，这里有地牢哎、欸。有谁谁谁谁？哦有看到了地牢。哇，这个是僵尸的哦，现在。欸沉思，浮思，还是什么水鬼？已经出来了、哦。阿比后面，嗯，真的假的？那边哦，他是碰到死，他是淹死的啦。哦，僵尸淹死的，他在下面淹死的，对吧、啊？哦，淹从那个水下来，可能已经淹死。哎、欸，上面是什么？我觉得巧克力石头应该挖很多哎、欸，完蛋了、啊。应该他为了，我觉得他。我觉得他应该至少两三百。等一下，太衰了吧？铁还没有哦。招财、欸。他真的个人，他脸好黑哦。欸、他真的很惨哎、欸，他挖这么久，欸、一个都没有。加油，往前往前，有机会挖钻石。可是你有铁吗？没有。非洲王哎、欸，天啊！这也太低了，他可能不会来。巧克力，我啊，挖到了这個，挖到了花岗岩。安全了。安全，安全。我要挖住，前面不安全哦，有石头哦、欸。为什么他们不先汇合啊？这么近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他在玩单机游戏啊。刚刚不是巧克力他们那个吗？他就自己在这里啊。有了，显示明条了。哦，先蹲小，哦，小街意志很好，先蹲，先确定旁边有没有人、嗯。好，没事。看下其他的三队，哈基他们这边是不是还在挖？有、欸、没有？还没到洞窟里。看别队。鸟鸟蓝队，他们应该已经有附魔台了吧？那么多钻石，还是他们没有皮革？巧克力杜鱼、哦、没关系啊，他如果挖不到铁，起码等一下应该会挖到杜鱼，可以跟他陪伴。哎、欸，哈基又开始往上挖了，来看看有没有杜鱼。好，哈基又在挑战了吗？杜鱼，杜鱼，杜鱼，而且他拿钻石挖、欸，哎，他是不是太有钱了、啊？没有他，因为刚刚有挖两重的那个啊，两个钻石矿，就很多。杜鱼，杜鱼，咬哈记，咬哈记，我们来一起召唤杜鱼出来。三个人念力，杜鱼啊，不要铁了，杜鱼，杜鱼，杜鱼，这个铁挖下去就会有杜鱼。不要挖铁了啦，挖石头啦。然后摇在后面看了看。然后插一根火把，继续走路，完全没有要挖的意思吗？杜鱼，杜鱼，哎、欸，有人在上面跑，地牢，哈基他们也太幸运了吧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什么呀？僵尸，赶快，赶快飞哈基，赶快飞哈基！哦，而且没升、欸、啊，升了，升了，升了！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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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他可以请姐姐。太幸运了吧！快开快开，拜托！开开开！小鸡挖到杜鱼喽！哦，马卡赚马凯，
哦，我金苹果、欸，鱼饵二，可惜有金苹果，有金苹果，有一颗金苹果，哇，还行，错了啦。可是附魔术是鱼饵二，钓鱼很快啊，对，很棒啊。然后钓一个附魔弓给你看，对啊，对，很棒啊，棒，哇，鸡又被咬掉一颗了，我还播广告了。嗯，汪汪呢？汪汪挖土。我，而且我刚看有人在上面跑，不知道是谁。团团啊，小雨。哦，哎、欸，他们两个被爆炸是不是？小雨被空降可恶力怕炸到，我刚好带到画面。碎哦。可是我画面跑掉，可恶。哎、欸，我去哪谁就闪哎、欸。好可怕。哎、欸欸，你有，那你全能跟着巧克力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、哦。哈基，天哪、啊！我看谁？谁？受伤欸，谁要让我看？小雨，我有带到画面，晚点剪给你看。剩余队伍对二十个人，我可以在哪里？哈基有受伤吗？嗯，应该也还是度。哎、欸，哈基，可他受伤没什么感觉、欸。他穿铁拳铁装的话，对他、哦、有时候可能不会受伤、啊。对，对啦，他那个可能有打到，可是没有伤害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他现在铁装嘛。他们会，他们现在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他们。三个都躲在一起，应该要附，而且要附魔了吧？对啊，他们现在只应该只差皮革，他们上面挖皮革。一直苦力怕掉下来炸死他们吧？难度过高，炸不死吗？如果直接这样炸的话，那么近，刚刚小雨应该死了哎、欸，奇怪，他也没死啊。对啊，而且他刚很近哎、欸。五颗星哦，哎、欸，不是、嗯，好像我记得小雨损一点点，大概四颗左右。啊，汪汪有半颗。嗯，摇沙族哦，对呀、啊。皮，他们这样上来，哦，超风也到地表了。好，嗯，我们继续看看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马哎、欸欸，红队都在地表了、欸。黄队两个在地表，他们上去挖了那个。黄队一个在地表，马被杀掉啦。我刚哈基他们拿到钻石马铠，如果他们有马就帅了。那哈基是看到人哦，他蹲了是不是？他直接把路口补起来。可能不是吧？可能只是预防吧，预防说有人会有人找他们动。对，还是他看到我们了。七月不要这样，通天眼，通天眼。哇，巧克力现在挖多少？看一下巧克力现在多少。啊，巧克力现在真的是都挖那个哎、欸。他应该要那种有没有？一个人超过第八百个有没有？全队享受这个 buff， 那太可怕了吧？对啊，一种应该要这样才对，全队惩罚。哎、欸，哦，巧克力挖到这边了、哦，哇！你看他脚底下，好可惜啊。没有，他在盖土墙啊，在干嘛、啊？可是下面有个僵尸、欸，他们不会想往下挖吗？哎、欸，有钻石、欸。对啊。可是，哦，这个钻石很难发现的、欸。我来看我的队友。队友们，你们还好吗？雨月挖到钻石了，这么猛。他们分头吗？哎、欸，应该说他们没有铁。哦。哎、欸，有啊，雨月有。